为着要来提供着青年创业相关的知识，江宜市 KY 327文青基地特别开设为期三天，20点钟的创业育成和主题型的专业课程，包括如何办理着营业登记、税务报理财、盈利意向的法人，阁有校务的检查和营运计划书如何来写，等等相当实用的课程。伫第一届开班的博物馆，40名学员伫咧22号是顺利来结业，有一张图形提亲自颁证着。毕业证书和学员代表。江策会文化限定的旧办公室，伫咧旧年年底，甲白转型成为嘉义市专职培力青年创意的实验基地 ，KY327青创基地。除了提供共同工作空间、建筑的申请，嘛有授课活动、咨询等等的相关服务。日前特别开办为期三天、20点钟的创业育成和主题型专业课程，22号举办结业式。市长涂新泰亲自出席颁发结业证书，鼓励少年人伫咧家己勇敢做梦，拥抱未来。4月份20点钟的青创课程圆满结束，青创基地接受这一届。报名满堂，学员数系满满，交新朋友的能量，伫咧3月份和4月份再度来举办精彩的讲座，邀请在地的产业阁有网络经营成功的达人来进行实务分享，欢迎民众参加。最新新闻，中国边王小三加二期采访报道。